很多人说吃榴莲是不能够喝酒，可是我个人认为，如果是喝啤酒还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榴莲是燥热的，啤酒是凉的，就是千万不要喝烈酒，除非你喝了烈酒以后你很想吃榴莲，最好是多喝一些水再来吃榴莲，要不然很多人会受不了，太热。